广东清远有这样一个能让人吓破胆的独特景区，拥有12项世界纪录认证，被誉为漂流王中王、玻璃坝中坝。它就是以惊险刺激而闻名的古龙峡景区。这里有被誉为广东漂流界天花板的古龙峡漂流，全程6063米，落差达378米，最快时速72公里，喘急跌宕的回流，刺激的让你全程尖叫不断。所以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清远漂流看哪里，漂流就来古龙峡。这里还有悬浮在古龙峡群山之巅、瀑布之上的云天波坝，全长1314米，是世界高空游览的新霸主。站在玻璃平台上，如临深渊，碎裂的玻璃声音能让你心跳加快、双腿瘫软。这里还有挑战垂直极限的悬崖乐园，有国内落差最大的阶梯瀑布群——古龙瀑布。总之，惊喜不断，尖叫不停。这么惊险刺激的地方，你不想来体验一下吗？